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节目吼。咱这个系列在讲到做人基本应该爱知影的一块啊基本的观念啦吼，做人的基本的道理，做人基本的原则吼。做人做人有足侪物件，你要先会晓。做人足侪观念，你要先建立，安尼你做人呢才会快乐。你做人呢？你才会当知影讲要安怎面对迄个压力啦、困难啦、挫折啦，吼、哦。今日今日老师要来谈的是真要紧，但是这讲起来大家知，但是知罔知，常常做袂到，就是做人爱样反省，还是讲做人爱样检讨，检讨爱样知影讲我家己倒位做唔对，爱看会到家己的唔对，因为你若看袂到家己的唔对，你会一直伤害别人。啊！你若看袂到家己，唔对，早晚有一日别人会甲你讲。啊，等甲别人讲，哎，就歹看咯，吼、哦！等甲别人咧讲的时候，咱就无面子啊。等甲别人咧讲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咱已经出代志啊，去用批评啊。无人唔望安尼啦，好、哦，无人唔望安尼啦。所以我唔望讲所有的朋友吼、哦，你爱记哩，你既然来世间做人，你若袂晓反省，袂晓检讨，你就唔是人。这句话讲得较绝对，哦，因为做人甲其他的精神足大一个无同，咱来检讨，咱来反省，咱来改进，哦，所以应该咧讲，一个愈敖反省的人，一个愈敖检讨家己的人，都是一个愈成功的人。如果若将人比如做一台机器，这台机器足重要的一个功能，就是家己的检讨，家己讲我到底做了唔对。所以你若拢未晓检讨你家己，安尼就是代表你故障去啊，代表你歹去啊。哦，那是功能正常，上帝所创造一个功能足正常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应该是有能力，家己做唔对、讲唔对话、想唔对代志的时阵，应该知影讲啊，我错了。哦，咱先卖讲，咱卖去做这个无应该做的代志啦。哦，迄、那个要求是较悬啦。哦，卖代志卖去做，这有当个咱做未到。有时做会到，有时做袂到。但是至少哦，当你失败，你做袂到的时候，你也检讨讲啊，我无应该做。哦，事前你也无法度预防，至少啦，事后你也检讨嘛。至少你事后你也承认嘛，是不是？不是你的钱，你就无应该摕。啊，不讲是甭安尼讲，迄阵我都有需要，我怎摕来用啊？哦。啊！你做就做，啊做了咧，会检讨嘛？你袂当讲，啊明明知影唔是你的钱，袂当摕，你摕来用，事后你阁唔肯检讨，讲我这钱本来就我的，哦，安尼无意思啊，对不？人拢会做唔对，你也检讨反省，啊，咱钱摕倒转来，哦，安尼大家会当原谅你。啊，你袂当讲，哎、欸，啊都钱摕去开啊，啊怎么开始讲硬拗讲，啊这唔是，这本来就我的钱啊，哎、欸，上讲这我袂当用，哦，安都无意思啊，你咧，哦，所以讲做人做人。真正咱足要紧的代志，人的这个反省的能力、检讨的能力，一定爱来建立。啊，这个道理实在太简单了、哦。所以老三这集的重点要放伫讲啊，为什么足多人无这个能力？哦，为什么检讨反省这重要？哦，古早人讲一日反省三拜呢，吾日三省吾身啊，一日家己的检讨三拜，一日分做三拜，就讲我拄只安尼有啥做唔对的所在无？哦，我都有啥物讲，啥物有讲了无适当的无？我有啥物款的想法是无啥好的无？家己爱样来检讨，因为家己检讨的时候是上界无伤害性的。嘿啦，别人来检讨你哦，较早有种制度叫做共产制度，共产党的共产制度，迄就是同志们，咱们大家来检讨他哦，会当惨啊！你若和大家来检讨你的时阵，啊，你就惨啊！啊，迄、那个叫做斗争啊！迄个就是要甲你批判，吼、哦。虽然上好是爱有能力，家己来检讨家己啊。但是为什么有人无呢？现在有个人伊若无这个能力，现在会故障去呢？吼、哦，头一个原因，大家斟酌听哦，看你是毋是这款的哦。头一个原因啊，就是你成长的背景啦，吼、哦。可能你用心歹去啊。你成长的背景，太过以自我为中心，啊，所以呢？比如讲，你是厝的老幺，大家拢生理拢牛哩，所以无形中你无一个习惯去检讨家己。虽然你有读册无唔对，但是你的家庭、
变作塑造出一个模式，就是你拢无需要检讨，别人拢会替你解释，甲你合理化，别人拢会替你担。哦，我想这是头一个，是安怎做一个人，伊奈拢袂晓检讨。所以咱啊观众朋友，你来看哦，你若带，你若见啊老妖吼，你甲注意看有这个情节无？哦，我感觉常常拢有。哦，厝的摆上老尾啦，啊，搁许啦孤囝啦。独生女啦，就是讲伊厝干那一个尔啦，哦，伊无人甲伊伫竞争的时阵吼，伊就无啥会晓检讨。伊若过度被保护，伊就无啥会晓检讨。你若像讲中国大陆安尼吼，因落尾因为政策的关系，拢规定生一个尔，啊生一个老爸老母也听，阿公阿嬷也听，外公外嬷也听，六个听一个，这个囡仔伊袂晓检讨，伊拢袂晓检讨，对无？因为阿公就是听孙，你知无？老爸怕孙，阿公唔敢。因为我一摆问一个啊，阮一个教会朋友，吼、哦，我问讲，你做阿公甲做爸无同款哦？伊讲哦，无啦，无相哦。伊讲差足济哦，哦，因为拄啊头一个孙嘛，啊，查某孙，哇，笑甲，我笑甲那命呢啦吼。伊讲做老爸吼会拍，因为咱做老爸有一个责任嘛，爱管教囡仔。我做阿公袂拍，阮做阿公吼较轻松，吼、哦。做阿公就跟他讲，阿公抱吼、哦，做阿公就啊那个抱那个算安尼尔。啊，你要拍吼、哦，你坐在边仔莫我看到，因为你若拍我唔甘，你若拍我唔甘。所以若讲，阮囝要拍孙吼，要甲管教孙吼，坐在边仔唔通我看到。你有看到无？阿公的心理就是安尼，阿公就是疼孙疼甲，迄种个是天性，是天性。所以你若讲厝跟他生一个尔，阿公阿妈疼，外公外妈佫疼。啊！爸爸妈妈万一若阁袂晓教，哇！阿惨啊！所以这个囡仔伊毋是挑你高，但是这个囡仔变作伊无啥样反省。喏、哦，伊拢会就你讲，迄拢别人个唔对。有个老爸老母先囝先到啥程度呢？因囝伫后拍人，人叫老爸老母来讲，啊，恁囝拍人，迄老爸讲啥？讲啊，一定迄个人有做唔对，阮囝袂，阮囝袂拍人，一定是伊有做唔对，阮囝才会甲拍。这个话听袂对啦。这真正成歹去啊！迄叫做袒护啦，对无？拍人就是唔对你，就算对方做唔对，你会当甲老师讲啊？你啥物叫做拍人？对无？你应该教嘛？教讲囝，你安尼拍人，你安尼唔对啊！但是足侪爸母唔是嘛？阮囝袂拍人，阮囝唔像人，阮囝足有礼貌，拢替恁囝咧讲话。吼、哦，那迄个人拍，绝对迄个人欠拍，该拍。安尼囝若杀人咧，阮囝若杀人。就是绝对迄个人是杀人犯，迄、那个人绝对本来就社会败类，啊那无阮囝绝对袂甲杀，阮囝绝对袂杀人，阮囝若是会杀人，伊敢若会杀败类尔啦。这个话你听得到哦？啊，亲爱朋友啊，你即马咧干嘛咧偷笑吼？世间有这类人无？有啊，哪会无？真侪人因为伊的迄个爱吼无真理，爱没有真理，所以迄个疼吼到落尾吼变作是纵容，变作咧性这个因啊。过度去啊，所以这个囡仔无接受一个真理的灌溉的时阵，伊慢慢，伊无伊的经验中，伊自细汉到大汉，这差不多老爸饲到要娶要嫁吼，送出去换人饲安尼吼，可能啊差不多二十几年啦。伫头啊这二十几年来，伊拢无迄个经验讲我反思会检讨我家己，伊就无这个习惯啦，你知无？所以以前的人比较较会检讨，因为以前的人老爸老母拢常常咧骂就讲，你也家己检讨你家己。我会记得我以前咧读书时，老师骂学生骂是安尼吗？你知不知羞耻啊？你知影见笑阿未啊？做这个代志，免人讲你家己爱检讨啊！哦啊，咱因为咱细汉红妈就乖乖遐听啊，是，咱就学到这个经验嘛。哦，啊有的人哦，都是无妨用安尼管教，伊唔捌用管教，伊拢用性歹去啊。哦，主持人较大呢，拢人个江湘民主啦，所以伊毋捌听到这个话，所以无这个习惯。哦，所以若听到人讲，你也家己检讨，你也家己反省，伊会生气呢。谁人我来检讨？谁人拢我反省？谁人毋是你？伊就讲大倒转去啊。哦，伊这个，人叫做防卫机制，伊会家己保护家己，啊，较会安尼成长的背景。哦，这头一个原因，成长的背景。第二，这个人。谁也未晓检讨，谁也未晓反省呢？其实不是未晓，是真济人，伊无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。
什么叫做健康的自我形象？健康的自我形象就是承认我自己不是圣人。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，就是伊知影讲我什么代志该做，什么代志我不应该做。伊家己有一个站则，有一条界线就对啦吼。伊会徛伫这个界线范围内底活动，伊袂超过这个范围。但是一个人，伊的自我形象若无够健康，伊在过去发展什么叫做我，什么叫做我，迄、那个过程。吼、哦，这个排行榜甲厝的排第几无一定有关系啊啦吼、哦，就是讲伊成长的背景，可能是伤好嘢，但是嘛可能是伤傻，可能是自卑感惊人笑，所以呢，伊的自细汉开始，伊家己养成一个习惯，叫做合理化。合理化，比如讲，啊你来讲 A 钱，伊讲嘿，啊我为这间公司牺牲这些，我为什么不能 A 钱？这叫做合理化。这就是自己的自我形象无建立，哦，伊无一个什么叫做健康的我，我为什么来这里上班？我为什么来做这个代志？哦，上帝安排我来这，我得来服务。伊无这种观念，伊的自我形象，我是什么人？我应该做什么代志？哦，我来世间的角色是啥物？迄、那个自我形象吼，已经拢雾去啊，灰去啊，模糊掉了。所以呢，当发生代志，伊需要检讨家己的时候，若换做别人，别人会检讨家己。爱承认讲我唔对，但是这款人，伊的自我形象无够健康。伊讲我若承认我唔对，那代表我很烂。伊欠缺一个健康的形象的情况之下，伊硬出头，伊会家己合理化。所以咱看电影捌做过吼，警察啊，贪污啊，那我你做警察你搁贪污？伊最后讲一句话：我一生正直。哦，我做一个警察，有个人是做法官。我一生正直，我最后得到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得到。我为这个国家，为这个社会，我付出这些，我不甘愿，所以我退休进前，我来一票大的，对吧？我下一条大条的，对吧？啊，无我不甘愿，这种不甘愿，诶，属于咧做了犯法的代志的时阵哦，伊家己无感觉，伊唔肯检讨反省，认错伊唔肯。以前你讲我真委屈，我是受害者，我是规个制度的受害者。我提我钱是弥补我，这就是无健康的自我形象。一个人无健康的自我形象的时候，伊无法度正常来思考。所以，若一个政治人物讲，我为政治付出这么多，我的规个家庭为政治牺牲这么多，我挨这一点钱算什么？啊，我咧讲，这嘛是代表讲啥物？伊的自我形象，迄毋是一日两日的代志。还是一路行过来的时候，伊对政治的看法都是扭曲啊！伊对这个世界的看法，拢已经是无正常去啊！所以呢，这款的人就无能力谈谈关系。还有个我，再讲一下，等下了，咱来继续过来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，今天人生金融，来人生金融，今天圣经有怎么说呢？说我们若是认自己的罪，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正直的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你只要认罪，上帝必定赦免你一切的罪。所以上帝是爱人认罪就好，他不是要给你判刑。人上界气就是讲，你做唔对，佫唔肯承认，你知无？迄、那个输人吼，真大真大的愤怒啦！哦，做唔对，这大家拢会。但是你袂当讲做唔对，佫硬死唔承认，事后也佫唔肯检讨，唔肯承认，吼、哦！这个我想无人当心来，连上帝也袂当心来啊！你知无？连上帝也袂当心来啊！上帝的审判就是审判这款人。哦，基督教的观念吼，上帝唔是审判犯罪人。上帝是审判这个犯罪佮唔认罪的人，请你也是分得清楚。如果上帝呐审判犯罪的人，咱大家人拢温死无活，对不？世间人大家拢犯过罪嘛，请你记哩。只要犯罪肯认罪的人，拢得到上帝赦免。上帝是要审判迄种犯罪佮唔肯认罪的人，
迄个只钱叫做罪该万死。上帝的审判是审判迄款的人。哦，但是我讲这个神学上，不是讲上帝无审判罪，我只是讲到最后被定罪人，不是犯罪人，是犯罪个唔认罪人。咱若犯罪，只要肯认罪，讲上帝我唔对，上帝真有听心。你只要承认了，上帝拢可以赦免你。所以你未叫上帝给你定罪。一个人犯罪，搁被定罪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你犯罪你唔认罪，恶罪，对不？真恶罪。有当时咱人甲人之间，甲你讨一个 sorry 安尼尔，甲你要甲你讨一个，讲你甲我回一个实的，安尼就好啊。咱是要讨一个公道尔，对不？啊，有个人就是安那，民主问题死不认错，哦，啊不认错，搁要求足侪人哦，继续甲支持，哦，我想这个实在是。咱无法度原谅，真正无法度原谅。做唔到代志，只要肯认错，大家原谅你。但是你做唔到代志，你还要硬拗。哦，我想这个将来，你莫讲上帝面头前啦吼，你伫人个面头前，你都徛袂掉啦。何况你将来伫神道上帝面头前，还有苦头通吃咯。嘿，伫人个面头前，你会当牵拖，对不？你只是胡扯瞎扯，伫上帝面头前哦。无迄个空间啊啦，所以我想做人真要紧吼，爱会晓承认，哦，检讨，家己唔对的时，真正爱承认讲啊，我错了，哦，所以咱都话讲啊哦，像那些人，伊那唔肯检讨，伊那袂晓反省，偷一个就是伊的经验，哦，可能伊做事也让我心歹去，所以伊的经验，伊唔知道要安怎做。第二就是讲，伊的自我形象出问题。所以常常拢为家己找借口，伊唔肯面对伊家己，因为伊无迄个勇气，因为伊无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，所以伊唔敢面对家己做唔到。伊若做唔到，伊家己嘛唔知要安怎，所以伊有一个保护措施。安尼我就耍赖，我就该合理化，我就讲啊，对，这是人欠我，所以我才会做这种代志。咱家己找一个借口安尼，啊，这就是唔敢面对家己啊，哦。啊，这个问题就可能你根本你对自我形象你已经出问题啊！你对着家己的价值是啥物？你可能已经迷失去啊！哦，失去了自我的价值了。好，哦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就是有可能这个人过去伊捌受过伤害，所以唔敢对人承认伊的错。好，哦，伊唔敢承认，就是可能伊过去伊曾经捌当人讲。声音，比如讲老师讲，什么人打破玻璃，声音就无做，啊你戆戆讲我，结果老师甲你怪出来，就是你吼啊你惨嘛，佫甲你处罚，这叫做受过伤害，哦，就是伫你认错这件代志，可能你受过伤，所以你讲哦，原来声音甲听唔到的效果，就将拍得要较惨，所以你对一开始就讲，安尼我以后我绝对我无爱声音啦，这有可能。但是我想这种人是较少啦，就是你的人生过去，捌有一个足不愉快的经验，足无好的经验，是因为你承认、你认错、搁倒卖，哈，所以迄阵你可能讲啊，我以后我无爱，我无爱承认啦，好，这也是一个原因。啊，最后一个原因呢，这个原因较悲哀啦，叫做无知啦，真叫做无知，就是你真正唔知家己唔对，哦，这真啦，这个情形就较歹处理啊，都伊都无认为伊唔对。你叫我认什么错？我检讨反省，我有啊，有啊，我有反省啊，我反省了，我干嘛我无唔对啊？人讲这条斜线，三条线，吼，三只乌鸦啊啊啊飞过，讲我你我到这来，你安尼伤害别人，你唔知哦，吼，啊，开变安尼，为什么这么无知？吼，这就是过去一个人接触的经验太少，迄就是过去无人甲伊教，吼，所以伊家己伤害别人，伊家己伊唔知啊。哦，伊唔知呀，所以呢，伊有反省，伊有检讨，但是伊想无，伊讲我哪里错？我想几落摆，我都唔知影我哪里错。啊，这边怎？这那这个问题吼，就是可能爱真侪摆的经验，让伊慢慢啊过来学就对啦。哦，比如讲，像讲阮囝吼，阮囝足爱看电视的啦。啊，我有时阵吼会大发慈悲啦，会特色，你知无？哦。啊，有时阵就讲啊，这囡仔算我那乖啦吼，我互恁看电视吼、哦，我一摆带伊去看电影，看这个
二轮电影，好、哦，算讲100块看两出你看嘞，连续看两出咯，看出来了，吼、哦，阮囝心情真好，国小二年级，一只呐搞的那跳来跳去，哦，爸爸好好看哦，好好看哦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再去租个录影带回家看啊？好冷哦，哦，一问了，伊家己无感觉哦，搁伫车顶搁一直问。爸爸，可不可以嘛？可不可以嘛？我们现在去租录影带，我们现在回家看 DVD 嘛？我想奇怪，你这个囡仔，你难道你都唔知影老爸平常时啊，足讨厌恁看电视吗？你唔知影今仔日带恁出来看两出电影，迄就是已经算讲，互恁足大稳定了吗？但是伊唔是安尼想的，伊会想讲，爸爸既然今仔日我看两出啦，我当然即摆打铁趁热，打蛇随棍上，对不？当然，你嘛该予取予求，对不？当然讲，爸爸，咱即嘛赶紧过来做一块录影带，可不可以嘛？啊，我无讲话哦，我讲，你说咧，可不可以嘛？我，哦、我正特别起性地啊，讲，啊，你家己想咧，你家己认为咧，伊讲，我不知道，可不可以嘛？我们现在去租嘛？我老婆人家冻袂掉啊，我甲你哥哥讲，你甲恁小弟带去上尾啊摆，你甲伊沟通一下。伊哥哥讲，哦。带因弟弟去，阿就讲你很白目呢。我们才刚刚看完两个电影，你现在又要爸爸看租录影带，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？哦，这困难都是真正以无知，无知到一种天兵的地步啊！无敌个这种客人这么斜线，这么白目安尼，哦，那个讲了叫做脑残啊，已经无其他形容词啊。所以这就是要教，所以经过那一拜两拜，这个囡仔因为。细汉嘛吼，伊慢慢伊就知道，哦，原来安尼是足过分的，所以这都是拢爱学习啊，人生拢学的啦，哦，就爱记你啦，哦，人生咱做任何代志的时阵，咱家己真爱求上帝，互咱有智慧啦，哦，好啦，要是我时间到这，后一集请继续收看，多谢。无讲未爽快，安怎未爽快？啊，真侪朋友嘛讲，教会吼，常常咧讲底宣队，底宣队啦。嗯，啊，我若真正去参加吼，迄安尼底宣队拢家己出钱咧，啊，毋是讲教会出钱啊，我家己出钱去啊。啊，到底去要创啥呢？啊，毋就讲我了解一下。哎，今日咧邀请一位，已经是伫算讲底宣队去到伫个人个所在，已经是做遮尼久个时阵。由伊来回答吼，上个适合都是咱的黄和美宣教师对大家请安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平安，我叫黄和美。是啊，已经伫泰国做宣教师20几年吼，啊，所以你应该真清楚讲，如果若一个宣教队吼，底宣队吼，伊人数差不多是偌济，然后伊到恁遐了，大概伊你会期待讲，因为是短期的嘛，伊差不多8天10天了，伊就走啊嘛，所以因要安怎甲你配合，互你会感觉讲，唔是互你加无用的。唔是讲哇一群人来安尼，哦，食啦、住啦、舞几摊咧，迄个等于吼，忝到要死去安尼。所以要安怎底宣队甲当地的宣教的事工吼，唔是讲咧看闹者，是真正会当安尼互相扶持着。你的建议是啥物？长线跟短线哈，其实这两种哈是可以并行的啦。OK， 也是互相配合哈。嗯哼，因为呢。啊！我伫个遐宣告的时阵吼，我用长老师母嘛甲我讲，伊讲黄阿妹要找长仙很难呐、啊。对。啊，我就祈祷讲，上帝啊，你给我同心合意的同工，给我最好的同工，不然你给我你自己。嗯。啊，那主啊，也求你感动哦，啊，可以让有短仙队来。嗯。啊，那么我们就用因来传录音料呢，训练因做门徒啦。嗯。在当地人哦。用因传福音了，大家训练因做门徒，福音来接这个福音的棒子。啊，短线队呢？啊，基督之家说，巴不得短线呢，会当变成长线啦，哈。啊，因来的时阵普通哈，啊，那准是讲八人还是十个人哈？啊，那叫这个双条车哈，就是这个啊双条车，就是 pick up 啊、嗯、小货车后面加两排板凳，叫做双条了哈。双条车。差不多会当坐八个人啦，啊个载物件安尼。伊若要去山顶啊，要去互因遮玩具啊、衫吼，加遮嘿，要载。算讲人像幼童安尼嘛，人坐面对面安尼嘛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物件加上放在中安尼嘛。好，啊，那准是讲
按照这个航空公司，伊是五万里十个人，十六个人哈，都有迄个 discount 嘿，团队优待了哈，所以就是差不多十六个人以下了哈。啊，去遐的时阵差不多有七天了哈，要做这个短线的这个服务哈。啊，阮有这个山顶的工作，苗族的工作，哈，好像灭山脉啊，哈。一去的时阵，阮就先去。这个面山脉教会，那准是有牙科医师啊，或者是医师啊，都会当甲因看病、看喙齿啦。啊，若无呢，就是追赶跑跳碰啦，哈。就是教会的那一些团康啊、活动哈，然后来五音团福音，然后搁刷尾的时阵，就是这个一点钟内面哈，还有福音的信息啦，有活动啦，有诗歌啊，然后还有包括翻译。是。拢伫一点钟做完，哈啊，就后来就是花那些礼物嘛，衣服啊、玩具啊这样子。那如果到学校嘛是同款，啊，伊拢差不多中到时学校哈，这个咩啥买拢会搞啊，咩去啊等等，这些学校伊拢中到时学生咧食饭的时候，会当互咱来做节目，嘿，传福音，哈啊，就是咱一点钟内，你也甲翻译就对了，对，一点钟内面哈。还有团康啦，哈，诗歌啦，啊个信息啦，啊或是游戏啦，这样子，啊节目就是要很紧凑，普通苗村是这样子，啊在苗村的教会、苗村的学校，啊然后如果是清迈大学的话，我们就到这个大众传播系，好，到透过这个上课的课堂的这个方式，课堂哈，这个大众传播哈。啊，这个老师阿詹威屯，他是要求这样子，因为他是教大众传播，对，所以呢，每一堂课以后，学生呢还要评，还要评，所以如果我们全部讲耶稣，学生会反应呢、啊，对对对，也许佛教国家嘛，对啊，对，所以伊就讲唔忙哈。就是介绍台湾的政治自由哦，什么导扁啊，是啊，什么红三军啊，像台湾的对政治的运作安尼啦，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啦，是，不是共产国家，袂使骂，袂使讲，这当分享，会当自由啦哈，啊，第二就是这个新闻的自由啦，新闻的自由，自由哦，就是台湾的这些新闻啊，有各式各样的频道啦。去年那个 Good TV 的毛去报告嘛，毛去报告，这就是讲用这种的媒体吼啊，伫大学生内面呢，就是用媒体，大学生内面就是用这种的，甲大学生咧谈文化的这个过程中间，甲你分享信仰。但是你若去到伫无同所在，就是无同款的做法。所以最主要吼，咱第一选对去的时阵，因为咱人数较侪嘛，啊，咱会当第一时间吼集中来做一寡因一个宣告书伊做未到的代志。所以你若有机会，一定要参加。第一选队，啊，你若讲，啊，我要安怎准备吼？来，即咱将来有机会下一次，过来邀请咱的双教授，大家甲大家谈讲，要安怎准备吼？来加入这个第一选队，今日节目到这，多谢。